中辈说你将骨牌用顶头踏起哩，不管是成功也是失败，拢充满欢笑声。七股凉山关怀古店即将请老师带中辈耍骨牌桌游，刺激个趣味是予现场参与的中辈耍甲真欢喜。好啊，因为有当时啊DIY 啦，我感觉活动物件啦吼，运动啦，种种啥吼，对老人吼。骨牌桌游唔难，互阿公阿妈动手动脑，佮会使甲好朋友分工合作，增加之间的互动。长辈也发挥无限的创意，摆出老师指定的图案，透过游戏放松心情，欢乐暂时放一边。我们今天呢、就是透过这个骨牌游戏呀，然后各骨牌小小的，但是颜色很鲜艳，可以刺激。第一个可以刺激那个长辈的视神经，然后第二个因为它骨牌小小的，所以就可以刺激末梢神经，然后让他们去排形状跟搭建房子，就可以促进他们的专注力，就像跟小孩子作画一样，可以借由创作啊，去了解他们现在内心的想法以及他们的思绪。然后像刚刚也有很多长辈，其实他的想象力空间真的无限大，他所的太阳不是平面，而是立体的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就是，其实长辈也是需要鼓励，我们就适时给他称赞，他就会一直激发无限的想象力。随着年纪增加，身体各项机能难免的退化。在透过趣味的骨牌桌游，那帮助长辈活络头壳，并在大家欢笑声当中放松心神。咱天视木料山七股区采访报道。